种菜虽然辛苦，但只要有一个好的收成，在采摘的那一刻，心情是愉悦的。之前所有的辛苦也都抛诸脑后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草。像我们种植有机蔬菜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病虫害的防治，因为地里面的虫害实在是太多了。像有一些蔬菜，如果你不打农药的话，基本上就是颗粒无收。所以我在每一次换季种夏茬蔬菜之前，都会提前将苗床整理出来，施肥杀虫一样都不能少。这块地我是准备拿来种胡萝卜的，已经太阳暴晒了好多天了，今天给它施一点肥，再做一下杀虫处理。我今天泼洒的是发酵好的厨余垃圾肥，厨余垃圾肥含氮比比较多一点，给蔬菜作为底肥使用还是蛮合适的。泼洒完底肥之后，再撒一层草木灰。草木灰又被称为是万能肥，不仅是很好的肥料，还有驱虫的作用。草木灰属于碱性的物质，那些害虫它是不喜欢在碱性的环境下生长的。像我们马上要种特别爱招虫的大白菜、小白菜的时候，在嫩苗上面撒上一层草木灰，可以很好的起到驱虫的作用。草木灰又是很好的钾肥，特别适合胡萝卜这种根茎类蔬菜的种植。种胡萝卜撒一点草木灰，能起到生根壮苗的作用，到时候胡萝卜会长得更粗壮。现在不让焚烧秸秆了，地里面的害虫呢特别多，草木灰呢也变得比较少，有时候育苗实在需要的时候就烧一点点。撒完草木灰之后，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给它铺上一层黑色的塑料薄膜了。有的友友呢可能就有点疑惑，为什么要铺黑色的塑料薄膜而不是白色的呢？铺黑色的地膜目的呢是为了杀虫，因为黑地膜它有避光吸热的作用。像现在虽然已经立秋了，但今天是一个大晴天，气温有37度，特别热。在这种高温的大晴天，给它铺上一层黑地膜之后，让它闷上几天，可以杀死里面的很多害虫和虫卵。铺这种黑地膜杀害虫的话，一定要选择在大晴天，温度越高呢越好。阴雨天铺黑地膜杀害虫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尽量给它多闷上几天，到时候我们在播种蔬菜的时候，里面的杂草和害虫就会少很多，这样就省去了很多杂草和虫害的烦恼。有了一个干净肥沃的苗床，蔬菜才会长势好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下期再见啦。